咱今仔日的题目好是关于上帝话啊！啊，我头头是爱讲啊，甲大家讲过，白露十八，白露 unmute mute 个些吼啊，所以我看较侪个事啊，我来甲大家分享哈。啊，咱继续以前哦，咱来个做一个祈祷哈，咱来个做一个祈祷。啊，特别上帝，阮来敬拜你啊，多谢你，托阮伫这个自由的国家啊，这个清早，阮就有法通来参加啊团契，参加 fellowship 啊，主要阮知影。阮每一摆玩的团体，你甲阮同在，阮的团体是甲主、甲你、甲主，然后阮彼此伫主的内面有一款的团体，所以天父求你赐福，托阮今仔早起，托阮有主对你来的喜乐，有主你的福气，有主你的平安，甲主你的疼充满伫阮的心中，托阮伫这段的点钟，伫分享的点钟，托阮真实，我通得到造就。特别是主你的话语的内面，得到提醒，得到鼓励，得到激励，特别是上帝你的话语的点面，所以阮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主你啊洁净阮，阮都要着清洁的心来亲近主，多谢上帝，在一生的内面，你的恩典拢交给阮用，你的信实，你的阻碍永无离开阮，阮也知影会阁继续伫阮活着的日子，直到阮真直到永恒的内面。愿主你甲阮三甲边咧，祝福阮今仔日早起这段的点钟，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头妈唱的怀诗歌哦，较现代诗歌哦，也是也感谢主，互咱得到鼓励。我唔知影咱哦伫当中哦有知影有知影几首无哦，是关于上帝话啊。韩文，无论是韩文、英文哦，真侪一挂诗歌哦，提到上帝话歌，好，咱感谢上帝哦，托咱真侪福气，啊，真侪福气，也上咱会看到就是这个物质，啊，身体，还是上帝所托咱的供应，啊，在咱日常的生活顶面，咱得到上帝，咱经历上帝真侪恩典。甚至有时阵，伫咱个这个什么啊？这个伫情绪咧哈，咱个 emotion， 咱也是伫这条真侪上帝一挂恩典甲福气啊，也上喜乐咯啊，甲咱个家庭咯真好个环境个时阵，所以咱真侪哈有时阵咱拄着一挂困难问题上帝从阿底个所在来帮助咱、鼓励咱、激励咱主要是真主要是福气啊。主要是上帝所托咱的福气，除了在物质度，咱这个所经历到，虽然咱也个是地方的哦，在这个pandemic哦，咱也个是虽然拄着真侪在坎坷的情形但是我相信在咱在这个pandemic的中间，也是相当的，上帝恩典都无停止在咱的心中。除了在物质咯、身体在以外哦，咱国家会记得讲上帝托咱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啊。亲像托咱的救恩咯，永生咯，上帝赏赐咱主耶稣基督咯，甚至圣经有写讲圣灵圣灵是上帝托咱的一个怜悯特别的使徒行传咯，也有写圣灵是上帝托咱真好真好的怜悯，定定甲咱三甲做一个永无离开，我望咱会想到遮真多的恩典甲福气时阵哦，咱唔通忘记咧。咱唔通忘记咧，在上帝托咱作主的作主的福气诗篇一百空三篇提醒咱讲，唔通忘记咧，唔通忘记咧，上帝托咱一切的在福气哦，在 blessings， 都心内常常称赞上帝甚至若到困难来到时阵哦，困难来到问题来到时阵哦，在试炼来到哦，咱有关话通徛在其中一个福气哦，by the way 咱唔忘过说，在上帝托咱诶真侪福气，咱会看到常常来感恩，常常来感谢主，对咱的心内来感谢主。其中一个托咱的福气是啥物啊？就是圣经，上帝为伊的话本身，上帝托咱虽然圣经无直接写圣经是上帝托咱的礼物但是上帝将伊的话语，就是上帝托咱。
对古约开始，对摩西时阵，伊将伊个话语咯，甲人咧，甲咱咧communicate 到，甲咱咧沟通，甚至将伊个律法教导解释，这是上帝所想说的跩伊个话语想说啊。对摩西，然后教我教咱叫做这个历史册啊，然后教我教先知哈、啊，大先知、小先知的这个古约啊，然后新约主要所来教福音啊，然后有只。福音册哦，这四本福音册，然后有跩叫做书信 epistles， 直到到这个启示录，跩隆重我是上帝托咱的话语，啊，跩是一个怜悯心所托咱，啊，唔忙咱会该 treasure 咯，啊，咱啊知影讲我圣经哦，啊，会宝贵性，中华堂传道来到伫咱的中间，圣经唔是对天顶甲聊落来，啊。唔是，圣经是上帝话，但是咱所读嘅这本啊，咱嚟看到这本册啊，即咱叫做这本册哦，唔是对天顶教了来啊，话语是对上帝来，但是通经过这个圣经，我是一个伫上帝伫历史嘅内面哦，做过伊嘅工作，一步一步，怎啊将伊嘅话语啊，怎啊写落来记录，然后怎啊用人哦。然后伫无上无上的时阵哦，啊将啊圣经就安尼个来建立写出来，啊然后到新约的时阵，到一个点钟，人都该收集，啊然后是上帝端下下面，啊就在开会真多当中，然后端定讲说咱啊手内面的这本，咱手中所带来的这本册，啊隆重66本，哈、啊、旧约甲新约，旧约咱有39本。啊，新約咱有27本哈，啊，也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講 no more no less， 啊，無較少啊，無較多，無較多啊，無較少，就是真正包括這個66本書是上帝歷史，托咱的寶貴的話語，啊，伊要甲咱啊溝通，啊，托咱也律法也加事，托咱知影，啊，咱因着安尼哦，一啲着蒙福。哦，咱有通得到上帝话啊，当然啦，都去读，都去家啊研究，然后实行伫咱的生活的顶面啊、哦、啊。但是这个话语和上帝话，宝贵话来到伫咱的中间啊，就是有经过伫历史内面，经过人啊，上帝使用人哦，来，托咱有这个啊66本的这本的啊圣经，甚至咱来去看这个历史的这个啊教会历史的时阵啊，真侪人会出诶。挂灰啊，甚至连你的性命哦，来呀、啊，来保护，来呀、啊，来，冲出这个啊，写出这个啊，圣经一跩啊，归纳啊，归纳起来啊，所以啊，咱有这个福气吧，那咱有上帝话啊，甚至哦，我甚至咱来落去唱哦，虽然咱这圣经是属。主的人哦，因为咱是相信的人，圣经是属主的人来读。其实到上帝真理、上帝话哦，伫伊的话内面，除了基督徒，其实上帝也是爱无信主的人啊，知影。好，托因知影，读了伊的话，伊就知影讲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神啊，这个宇宙在一切这个关于咱的世界、咱的人生、咱的方向、咱的救恩啊，在等等的物件，好。啊，其中我伫圣经的内面哦，有一本诶啊，叫做啥？有一本诶，方诶，我是专门啊，归纳或是讲用心嚟讲上帝话啊，归篇啊，咱知影讲这个是伫诗篇119篇啊，诗篇内面我读了啊，诗篇119篇啊，有第一章哦，诗篇第1篇啊，诗篇19篇哦，有略还是有写着讲。啊，关于上帝话语的重要啊！但是咱啊读到诗篇119篇的时阵哦，隆重啊啊隆重哦，你会看到讲隆重中心哦，是咧讲关于上帝话，也宝贵咯，也重要咯啊！咱要怎啊做，怎啊行个隆重哦，也做哦，伫这个诗篇119篇啊，诗篇119篇哦，咱来先读者哦。啊，把个咱方个哦，那无爱直直讲落去了哈。诗篇119篇哦，1-8节哈。诗篇咱有圣经哦，咱来呀，咱来看看。诗篇119篇也水啊，当然规个圣经啊，规本圣经啊，咱老话通真实的用心哦来好好读个上帝话，真实
也水吼，我通造就咱，同咱喜悦，同咱阳光真侪好处吼。诗篇一百十九篇哦，第一节到第八节，啊，第一节到第八节啊，啊，正讲哦，行为完全呢，尊敬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便有福气，有福气。第二哦，遵守伊的法度，一心祈求伊的，这个人便有福报。讲两摆哈，这个人无做。啊，非义的事，无做不义的事，但尊敬伊的道。耶和华，你把将你的训示吩咐阮，为要叫阮温存遵守，温存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啊，坚定也在哈，啊，得着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啊，看重你的命，一切命令啊。就无低高排泄啊，无低高减少。我学了你公义的判句啊，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得确守啊，是讲遵守啊。我得确守你的律例，求你总无要丢弃我啊。这是诗篇啊，一百十九篇第一到第八节啊。咱啊，若脑知影啊，伫咱听道理咯，最基基督多一段点钟咯。咱知影讲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啊，是第一等诶，啊是第一等啊啊！但是有人讲哦，我毋知你捌听见人讲哦，啊诗篇哦，诗篇啊诗篇啊，毋是章啦，你捌听到无？啊诗篇哦，毋是 chapters 啦，啊伊是诗篇，因为哦每一个诗篇是独立诶，啊至少是讲独立诶，啊你若讲是章个 chapter， 伊是有连带性。啊，所以你啊讲从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伊就连续性诶，有迄个 continuity， 但是诗篇唔是个哈，所以有人讲吼，这个唔是 chapter， but anyway， 啊，就是讲第一等诶咧，最啲讲第一等诶 section， 啊，伫圣经诶内面啊，这个吼，有人叫做即个诗篇一百十九篇哦，有人叫做 acrostic psalm 啦，acrostic。伊是用伊 alphabet 个吼，即母字吼，即个方面吼，来做伊个方面吧，来做伊个解读。诗篇个有几本哦，是叫做 acrostic psalm， 喏，就是讲说伊用即个希伯来文个 alphabet 吼，用伊 alphabet 个做伊个做伊个 continuity 来方面个来写个。譬如说，我诗篇第九篇甲第十篇哦，伊是连带关系，一个是 acrostic psalm， 所以每一节都伊是用 letter， 可能就像咱的英文哦，伊是 letter A B C D 哦，最开头啦 ，P D D 哦，开始是对A 开始，了则 B 开始，了则 C 个啊，叫做 acrostic psalm。所以，我诗篇一百十九篇，你那该看这个 section 哦。隆重有几个 section 啊？隆重有啊，还是讲 division 哦？隆重有二十二个 section 啦、啊。因为哦，伊伯来文哦，伊有二十二个alphabet 个啊，这个母字哦，有这个二十二个 alphabet 啊。所以哦，譬如说第一节到第八节到啊，每一个 alphabet 都是八个 line 啊，八个 line， 咱叫做八个。不会 versus 啊，不会扎啊，因为哦，圣经较早时是无章无扎的，然后较早时就是按你写落去啦，是落尾哦，人家写第几章、第几扎啊，那较早时是无，所以哦，每一个 alphabet 国家是第四篇一百十九篇哦，是不会 line 不会，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不会扎个啊，了不会扎了刷落去哦啊，另外不会扎。啊！你那圣经内面有一挂人有写，那个第一节到第八节班顶有写阿勒，啊阿勒，了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也写 bet， 啊，那个是伊个 letters 个，所以意思哦，每一个 line 的开头哦，每一个 line 的开头隆重 start with letter A 啦，啊，所以行为完全个，其实行为个当然唔是行为，是你个。比如一开始哦，隆重，这是 letter A 开始啦。隆重不 align 哦，隆重是 letter A 啦。十九刷落去第九节到第十八节、第十六节，隆重是 B 的开头啦。是你个开始哦，这是 letter B 开始。啊，然后十九刷落去，十九刷落去，怀 letters 个。
啊，所以有的人讲说，干那真啊，安尼要安尼创啊，这个红个个啊，伊讲说有其中一个原因咯，是要帮咱人弱点啦，把咱人接触较紧帮咱弱点，较紧咧，较紧记咧吧，啊，所以你讲也趣味吧，啊，所以甚至有人讲我叫做这个 A B C 个，伊咧讲说哦，咱对上帝话哦啊，可能是就咱人生的起头吧，可能是就咱人生的 A B C 吧。咱一定得用上帝话哦来做咱人生的出发点吧。伫咱开始的啊，做咱的根基啊，无论伫咱所做所想，伫咱当日的生活，咱以上帝话做咱的 A B C 开头。然后当然就好继续的前进个，但是咱迄个起头就以上帝最重，以上帝话最重心。所以也算一个方个吧，这概念。然后我个真趣味，就是讲每一个 line 啊，每一个 line 咯，在世讲着关于上帝话，在世讲着上帝话，但是哦，伊用无上名啊，咱等下来消化看，好，伊用无上的名哦，来讲关于上帝话，至少有一节啊两节，至少有一节啊两节，一个 line 两个 line 咯，无提到哪样。然后是两个无提到，剩的两种每一个 line 拢有提到关于上帝话的代志。啊，所以咧看到讲，这些诗篇哦，是要针对哦，要来以上帝话哦来做中心。所以咱真是也咱就看当来感觉真宝贵，来珍惜上帝话。啊，当然诗篇19篇是一篇安尼写。啊，其实咱头毛讲哦，就是归本哦。啊，圣经古约到新约，咱都感觉真宝贵，是上帝话。对，是人写的，上帝是用人写，用人的方法，人的思想写。但是隆重所记载的，这是对上帝的话语出发点。啊，所以咱感觉讲也重要也需。啊，关于这个author哦，关于这个这篇的作者哦，较侪人讲是大笔写啦。啊，有人讲是葡萄是唔知影上下写，不过较侪人哦爱讲是大笔写哦。啊，咱有一个真好诶原因哦，有真好。其实你若看诗篇第一篇还是19篇，虽然短短尔吼，啊，皆是因为那两个诗篇是大笔写诶，啊，大笔写诶，所以你若落去看哦，啊，真大可能性哦，这个诗篇是大笔写诶。哦，啊，真侪人，有可能讲说，即个有可能是代笔年老的时阵啦，啊，年老时阵有时间哦，就是默想思想上帝话，啊，那是真是代笔写的，你会看到讲上帝哦，代笔都甲上帝是较偌亲密啦。上，你如果读迄个诗篇23篇啦，你会知影话代笔怎啊甲上帝做亲近，啊，啊，了你若咱若读19篇哦。咱若落去读的时候，你会感觉讲，这个不是只能要甲咱讲知识，啊，托咱知影啊，上帝话啊，上帝话，哦，我知影，不是只能讲，你是甲咱的生活也大关系，甲咱的生活也大关系，啊，除了知识以外，啊，咱甲咱的生活顶面哦，啊，真大连带关的诗篇119篇，啊，所以哦，希望咱鼓励咱哈，来读个。找时间哦，定一个时间哦，慢慢啊读诗篇119篇啊，甚至那我通慢慢啊读，慢慢啊，我鼓励咱家念念来，啊，我家己咧学哈，我真鼓励啦。虽然咱虽然年长咯，啊，咱个基地哦，未就较红个咯，啊，但是咱好好念念也大帮助。啊！咱茫想，咱茫想隆重176集啦，茫想安尼啦。啊，咱只能想一集啦，想一集啦。啊，咱慢慢啊，将上帝话哈啊，刻伫咱的心内。那咱读诗篇119篇，个有啥物益处啊？然后有啥物益处个哈？有几项益处个？有几个好处哦？啊，头一项好处哦，就是讲，伊会托咱，伊会激励咱啦，伊会 motivate 咱哦。啊，来珍惜哦，然后来听上帝话，达那个诶，啊，你也慢慢啊好好读哈，好好说，你也慢慢啊爱听圣经，啊，你也慢慢啊也该啃的哦，啊，可能真就是第十一节讲的哦，我将你的话啃伫心内，
啊，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内。啊，我也爱 N 迄、那个 NASB 翻译啊，这个翻译可以是写 I treasure your word 啊，我将你的话哦 treasure 珍惜啊，难求金马藏。所以呢，读诗篇一百十九篇，慢慢读哦，好好读哦啊。也帮助咱也爱爱啊啊读上帝话哦，然后咱会啊认识哦啊第二哦，真重要真重要。读诗篇一百十九篇哦，会鼓励咱要顺服，要顺服上帝话，然后要做出来。第三个哦，第三伊会鼓励咱，伊你啊读诗篇一百十九篇，伊会鼓励咱哦，行伫正直的路，唔是迄个不义的路。当然对本圣经会教人、啊、对本圣经，但诗篇一百十九篇会也强调，行伫公义顶面，唔是要行伫歹嘅罪恶嘅道路顶面、啊、第四哦，伫咱落去读嘅时阵，伊会鼓励咱有迄个喜乐，然后咱伊会鼓励咱就默想，读是读、啊、但是哦，咱也是要去默想。啊，然后该默念啊，啊，然后就去该 study， 爱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啊，然后哦，就是一般要尊敬，所以为什么咱咧 Bible study 啊，干那咧咧查经啊，哦，干那就要听道理啊，啊，就是这个原因，咱爱知影上帝话讲啥，然后咱明白了，咱就会明白了哦，原来是安尼哦，啊，上帝你是爱我创啥，啊，所以哦，读。啊，诗篇十九篇哦，会托咱咧有迄个喜乐啊，然后会托咱来呀默想上帝话啊。然后第五项哦，啊，读圣经、读诗篇一百十九篇会帮助咱哦来敬拜、来敬拜上帝，来呀、啊、来阿罗上帝啊，特别到你阿罗讲上帝话啊，你会感觉上帝话真高、真好、真宝贵。特别咱譬如说有机会哦去听。啊，咱世界真侪叫做块 philosophy 哲学，啊，咱有叫做 Eastern philosophy， 有东方的思想，有东方的哲学，啊，有西方的哲学。但是你将块哲学拢总无相的哲学，有诶也趣味，有诶也搞，啊，有诶有道德诶方面，有诶是有啊跩啊人生诶这个观点，啊，有关于喜乐，啊，有关于人生，有啊讲到关于关于人话咧，世间嘅意义哦，在的确嘅无相嘅讲法，但是你若读圣经时阵哦，你会感觉真无相，啊，伊嘅发点哦真无相，你会同你俩钦佩内面所讲嘅奥秘哦，啊，然后会同咱来要学罗来敬拜上帝，啊，然后第六个读诗篇一百十九篇会帮助咱哦，愈来愈亲近上帝，愈来愈亲近上帝。啊，特别到咱诶，focus 哦，会集中伫上帝位，然后集中上帝位哦，我望咱也是会看到，集中上帝位诶后壁哦，咱是要集中哦，伫上帝本身，上帝位哦，就是咱做你讲上帝位，就是伊诶 representative 吧，啊，所以咱若想到圣经。啊，咱咧读圣经、Bible study， 还是讲听道理，咱第一重要后壁就是想到上帝。然后咱甲上帝要有啥物啊？咱要甲上帝有迄个美好的关系。啊，所以路尾出发点哦，你会看到，就是要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啊，咱有时阵叫做要讨上帝欢喜，还是讲咱要敬拜上帝，咱要荣耀，咱话咧是要荣耀上帝哦，跩隆重哦，啊，无相的讲法，哈、啊。但是迄个含义哦，皆是伫遐，要托上帝喜悦，要来敬拜上帝，要荣耀上帝，要阿罗上帝哦。啊，其实就是甲迄个关系啊，咱甲上帝，我甲上帝的关系，上帝甲我的关系。啊，当然，咱就是讲好的关系、亲的关系、甘甜的关系啊，就是迄个 relationship 啊。所以哦，我望咱啊。伊这个啊，诗篇一百十九篇啊，我蛮鼓励咱吼，啊慢慢读，吼啊，然后该默想，然后该我鼓励咱该默念，一节默念啊，慢慢啊，然后吼，你若真是安尼创哦，
你下摆会看到迄个 result， 迄个 effect 啊，啊，伫咱的伫你的伫家己，你家己心灵的灵性，然后你甲上帝会变作愈来愈亲。当然，除了诗篇119篇以外，也有其他吼几本圣经个，但是若发通对这本开始也是真好，啊，所以过三个月吼。我家己也是有咧创，虽然略念了，却未记；略念了，却未记。不要紧，一日一日略念，一则人，第一则人，譬如说第一则人啊，啊，你到时阵哦，哦，至少一年略念一则哦，我相信你才是会记的啊。你若出力努力，一年略念一则哦，哇，你也红诶咯，啊，诶也好势。所以主要是淡薄一寡诶啊 benefit 吧，啊好处啊，然后我啊。第三吼，爱甲咱，我爱甲咱讲就是讲，迄个名词吼，啊啊，诗篇119篇啊，咱头毛讲哦，每一个 line 哦，每一个line， 每一个节段来做讲安尼哦，伊拢有提到上帝话，啊，但是伊用无相的字根，啊，但是哦，跩干阿只，因用无相的跩啊字啊，啊，应该个伊其中一个原因哦，就是要托人看去哦。上帝话语的一个本质啊，伊个 nature 啊，然后啊讲到到伊个完美啊，伊个 perfection 啊，上帝话啊，特别是伊个 nature， 伊个质啊，啊，所以你快看啊，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都隆重哦，差不多用啊七款无相的话啊，无相的字眼讲到圣经哦。头一节伊用什么啊？头一节伊叫做什么啊？上帝话伫遮是指什么啊？律法有无？嗯，有无？所以第一节是讲到律法啊，啊，第二节咧，第二节是讲到啊法度啊法度啊，然后第三节哦，伊是写最多哦啊尊敬伊的多啊。第四节咧啊，分数有无？看到，我将你的分数啊，你将你的分数哦，还付个分数啊啊。了第五节啊，第五节都是律例啊 ，statutes 啊，律例啊。你呐用啊，伊甲第八节，各个再讲，各个再用一摆哦，所以用两摆哦，律例啊 ，statutes 啊。第六节咧，命令 command 啊。然后第七节咧是判语 judgment 啊，为是叫做ordinances 啊。英文圣经我诶用无相的字啊，除了是讲迄、那个律法law 哦，用 law 以外哦，我有诶有用无相的话啊。但是哦，咱跩话哦字哦，当然是根据伊这个迄个叫做咱讲原文一个哦。啊，中华讲过啊，但是我有发现哦，韩文圣经嘛，韩文圣经哦也最哦一翻译出来哦，是真根原文啦啊啊，我记这个和合本啊，和合本翻译起哦，伊尽量甲迄个原文哦也根啦啊，所以咱话通啊会看到迄个含义个啊，伊那用无相的时阵哦，伊时阵伊会写一个水利字个哈，伊会写原文是啥物？但是有和本咯，会尽量啊，用迄个原文咯来翻译啊。所以一个俗话简单，今日甲咱讲哦，啊，下摆恁咱爱吼，各个在啊，各在国家各进一步的来呀，来 study 也是也好。所以头一个用律法啊，律法到底想着讲什么？可能真正想着一个国家有一个有一款的律法，就讲说咱大家人都教的，都做的啊。啊，所以你想看，咱想看讲上帝哦是这个宇宙啊的主宰，一种也律法哦，享受不难啊。所以话语哦是律法的啊，是律法到咱大家人所教给咱的生活中哦，咱的 conduct 啊，咱的生活、咱的行为、咱的行动，拢都照伊迄个律法来行。所以为什么哦？为什么个这个呢？啊，这是咱按你讲个，为什么无信主的人哦，未讨上帝的喜悦多？直接方面个哈，直接尊敬的方面啊。
就是因为哦，因唔知影上帝律法，因有因的律法啊，但是哦，唔是照上帝的迄个律法。啊，咱也知影讲上帝律法其中一个律法真重要，开始的律法是啥物啊？就是讲你做敬拜上帝，你袂做有别个神啊。哦，啊，咱若讲着别个神哦，咱伫咱的看法度，唔是真大罪啦，对不？啊，咱个人宗教自由都袂要紧啦，也唔是。啊，事实是安尼啊，咱唔是要甲人。啊，咱唔是要甲人辩驳，是要甲人要甲人啊，无讲个吧，冲突但是无冤家个，唔是个啊。但是咱爱知影吼，咱若感觉上凡间人咯啊，拍死人是也大罪哦，咱就搁较了解啊，无认捌上帝哦，无敬上帝咯，无信上帝哦，是真大真大个罪，超过咱去拍死人咯，凡间人咯，偷窃咯，最大歹代志哦，搁较歹。所以咱就先明白这个真理啊！当然无信主的人就是唔明白上帝，所以伊是安尼啊行哦，还是拜公拜家己的神。但是伫咱基督徒，咱就知影讲，因所犯的罪是亚当的罪。除了咱也知影讲，怀有个人拍死人，落犯奸淫，落跪卡哭咯，哎呀，亚大罪哦！原来无敬拜真神，是非常非常大的罪。所以上帝为什么讲爱人都认捌伊来相信伊，认罪悔改，然后来敬拜上帝，照着上帝的律法啊。第二哦，第二哦，是你讲关于这个这个法度，这个法度原本是 testimony 啊 ，testimony 是见证啊，伊含本是话的对法度。啊！你要遵守这个法度，这个法度有两个意，有两个含义，有两个含义。头一个含义就是讲说哦，咱要对上帝甲咱立的迄个约哦，咱要忠心嘛。可能就是 witness 见证啊。所以有诶 version 诶，红诶翻译哦，除了 testimony 以外是 witness 啊见证。所以头一个含义是讲，咱要对上帝甲咱的迄个立约哦，伫主诶内面甲咱立约，咱要忠心。所以意思说，上帝怎啊对咱信实多 faithful 在一个立约的内面啊，咱也是要爱对上帝有这个忠心啊。第二个含义是啥物啊？第二个含义哦，这个见证哦，加翻译做法度，这个见证哦，是记着上帝圣经所记载的一切，关于上帝以及上帝所做的作为，伊所做物件哦，或是伊的 witness 啊，伊的见证啊。啊，同咱讲哦，看咱继续来讲，咱咧讲最见证，圣经哦记载上帝真多见证，咱爱干呐，咱爱遵守，咱爱该藏咧，咱爱该默想，然后咱就是影响到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啊，所以这个第二个法度是这个含义哦。啊，第三咧，第三就是讲伊的道，哦，原来上帝为是伊的道啊，当然意思也是差不多，对不对？特别甲朋友聊天，就是讲，咱都去行咯，啊，用这个多就是咱当日的生活，咱所做物件，看咱亲像一个道路吧，做analogy这个道路，啊，咱都照安尼去行，所以用有时阵用文讲说，咱就 walk， 啊，咱就遵行行，哦，就是讲咱当日所做的，咱的 decision 咯，咱创的物件，哦，咱爱照上帝为吾所做，啊，来行。所以咱也想有安尼款的观念啵，啊，就是讲，God's way， 上帝的方法，上帝的道路，啊是 my way， 啊，啊是讲说是我的 way， 啊，啊那我问咱大家哦，咱通常咧行什么？咱通常是从上帝的 way， God's way 吧，啊是咱也想讲 my way， 啊我爱安尼就安尼咯，啊上帝哦，开咧边头一咯，啊我感觉安尼较方便啦。我啊感觉安尼较好势啊，啊上帝哦，啊这个势咯，啊但是上帝为了就是伊的道路，爱咱尊敬。啊第四哦，第四就是婚俗啊，这个婚俗 precepts 啊，你若讲这个婚俗，翻译含文翻译做教训，个这个婚俗就是 instruction 啊。圣经哦，上帝话哦，咱就是伊咧交代咱着创什么物件啦，啊，可能就像咱要交代工人咯，着创什么物件，你去买这个哦，但你去创啥，去创啥，啊，
啊，所以上帝话有迄款的含义啦，伊是分数啊，啊教咱伊啊啊有咧教咱有教训啊，啊啊有啊有啊啊有分多啊，有教训啊有分多，互你教咱哦，就安尼创安尼创。所以上帝话哦，就是安尼个啊，啊咱啊听了当然了就是教这个教创个。然后第五是律例哦，甲第八节再讲律例 statutes 哦。这个 statutes 相当是讲到律法多，上帝律法要叫咱做哦。但是这个 statutes 所有一个含义哦，就是讲你这个律例哦，上帝法多是坚定的，未废弃啊，是固定啊。对古约到新约隆重所讲的物件，拢是固定的，未废弃啊。所以主要所讲天地拢要废弃。啊！但是我的话，也是讲上帝的话，永未废弃啊！啊，以赛亚讲哦，花会凋谢啊，啊，草会枯打，但是耶和华的话永远坚立啊！所以上帝的话哦是 permanent 的啊，定定稳立的。当然，旧约甲新约有一寡有叫做什么？有一寡有一寡有无神的啊罪罚啊。是不是就是古约咯，有人咱有祭司咯，有圣殿咯，有跩有跩献祭咯。但是伫新约当然无咯个吼，因为干呐主耶稣来到咯，啊，但是迄个原则个有原是撒旦，啊，撒旦是咩？撒旦是敬拜，撒旦咱都献祭祭，撒旦咱都敬拜上帝，撒旦咱都亲近上帝，所以迄个原则是撒旦，只不过冲法无同，但是上帝规个。这个原则哦，伊原则的概念拢是坚定的，未改变、未更改的。啊，这就是迄个律例，迄个意思啊。然后第六个较明咯 ，command 啊 ，command 就是命令啊。上帝话语是命令啊，啊，唔是伊唔是 optional 的啦，唔是讲咱来做选择的吧？啊，也简单的一个意思哦，就是看咱亲像咱来咧 traffic 吧。咱那里换车哦，你在是有 stop light 啊，有个人叫做 go light 到，咱那个在 stop light 到，有人爱叫做 go light，OK？ 哦，我读到这个文章是安尼写 ，anyway， 啊个 stop light 到，这个 stop light 到是一个，做滴东西一个啊，律法哦，就法律到咱法律讨论，咱就照做呀，啊，啊，然后迄个哦，唔是 optional 嘞呀，唔是看边看滴啊，都无人落，也唔是啊，无人咧记落诶，啊 stop red 啊。red 是 stop， green 是 go， 啊都无人计咯啊，安都 go 咯，就 logic 嘛，哦，啊其实唔是安尼个，啊当然有个人讲，那伫暗暝政府都该禁食落去吼，应该是安尼，但是伊迄个哦是咁啊，红色你才是独行诶，青色你才是独行诶，啊唔是托人咧选择诶，所以上帝话哦是命令，啊甚至哦托人讲说。可能看到迄个啊权威吧，迄个 authority 啊，来顺服上帝。所以你该看也水哦，咱也要听上帝哦，咱也学着要顺服权柄啊，咱也要要学习顺服 authority 啊。所以一个人若无法通顺服上帝 authority 哦，伊真紧都无要顺服别个人，这个国家咯，这个公司咯，这个家庭的 authority。当然当中有真侪物件都讨论的过吼，但是哦，咱开始都学习吧，来听来顺从，迄个是咱的啊，迄个官兵过一个 authority 啊，然后咱就来顺，迄个是一个命令啊，咱都是上帝啊，那咱就是在讲上帝也听咱咯，主耶稣也听咯，人民咯，下边咱的罪咯，所以真好，所以真好，但是咱唔通忘记的。啊，咱唔通忘记哦，咱甲上帝唔是同等嘅，咱唔是甲上帝同等啊，上帝是至高嘅呀，也贵嘅呀，啊，全能嘅呀，无丢嘅呀，啊，所以咱真是独讲福啊，啊，来顺服，来敬拜，来听，啊，有时阵咱到一个地步，煞忘记讲，可能真像咱甲上帝是平等嘅咯，啊，甚至咱有时阵会想讲。啊，咱比上帝较贵个体啊，哦，啊，看咱就咱若讲啥，上帝都多听咱啦，哦，哎个咱就也尊重一款个观念。虽然上帝也听咱哦，啊，咱感谢主，人民下边，但是咱会记得上帝是
至高的啊 the most high God 啊，啊，咱真是独当服，会要你顺服，会要你来听伊的观点啊，伊的观理啊。第七道啊，第七就是说，咱讲最后一个会用哦，用什么？用判固啊，判固啊，所以用不成 judgment。哦，原来上帝为这个 judgment 啊，意思是哦，咱所做所行的。一日到上帝若要审判咱的时阵哦，啊，上帝哦就是用伊的话语来审判咱。其实伫咱当日的生活也是相当是安尼。你无论是做对啊做唔对诶，是上帝话哦伫咧做迄个标准呢。啊，唔是人讲的标准，是圣经上帝话讲的标准，来要断定咱讲咱是对诶，还是唔对。啊，所以咱唔忙哦，伫读上帝话语哦，特别诗篇一百。十九篇在无上无上的在灵书个吼，咱咧想着讲哦，上帝你话原来是安尼，作奇妙、作完全、作牛啊！啊，恩望我会来好好珍惜，好好来读，好好来咱研究哦。有时阵都 study 哦，我咧安尼查经咧 Bible study 啊，所以求主你来呀啊，求上帝来帮助咱啊。然后有几项物件吼，咱无够时间咯，啊，所以有几项物件我爱来爱提过，就是一寡实际啊，伫实际诶情形来帮助咱吼。啊，头一个就是讲诗篇一百十九篇哦，那伊这个最中心哦。啊，虽然是规本圣经哦，最安尼创啥物，头前就是咱着读过，然后我鼓励咱入念。啊，恁尽量来，咱大家来学习默念圣。我知影啊，伫妇女啊，伫这个团体，咱咧默念圣经则多，也好，也好。但是哦，默念不较侪嘛。啊，尽量爱珍惜上帝话哦。头啊，这项物件我通帮咱来来读甲默念哦，咱甲上帝托啦。你甲上帝讲，上帝你托我欢喜你的话，托我也欢喜啊。可能就是讲，咱叫做 passionate 吧 ，zeal 吧也。也渴慕嘛，也爱呀！啊，那有时阵也爱食，啊，为咱也爱出国可，为到怀唔是讲本身歹嘅物件可，但是你真爱啊，你真爱拍球啊，你真爱受罪，你爱坐咧工作，你爱夹人，你个夹人也想出去食啊，你咱也爱呀！啊，神啊，哦，咱甲上帝托上帝，你托我真爱，托我真爱干呐，读圣经。当然，咱甲上帝讲，上帝你帮助我了解明白啊，等等咯。但是主要你帮助我，互我喜爱你的话啊。圣经啊，几啊摆讲着喜爱上帝的话啊。我家己也甲上帝托，咱自己甲上帝托啊。啊，一日你变做也爱啊。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啊，咱家己鼓励咱读哦。是恁若讲呐，我唔知反正是较偌喜爱上帝的话。啊！但是哦，伫无真喜爱的中间，你小可安尼特别读诗篇一百十九篇啊，诗篇一百，我相信诗篇一百十九篇会鼓励咱听上帝话啊啊！然后哦，咱会做滴大地理哦，咱会做滴从诗篇一百十九篇哦来做咱个呀基督，你个读个怀信间，你该当做一个基督，当做一个基督啊啊！第三当然就是叫顺服个哈。读圣经，啊第四哦，啊第四哦，就是咱家己读圣经啦，啊圣经，你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哦，你会注意到讲哦，迄个诗人哦，常常讲是我你是给上帝，啊我干呐，家己甲上帝有迄个 personal 诶迄个啊，迄个亲密诶关系，读诗篇一百十九篇。那有时阵，假如是读圣经，是可能就会想着别人哦。这个圣经则也下迄个人哦，啊也下迄个人，也下迄个人啊。虽然有时阵有一款的有一款有时阵有一寡对会安尼款的想法哦。不过较好哦，咱先家己哦来审查家己上帝啊，我是安尼无哦？诗篇一百十九篇安尼讲啊，我是安尼无啊？啊是我有好势无？你爱我创啥啊？所以是你甲我的一款的关系。啊，所以咱话通来安尼来看个哈啊，然后哦，每一摆咱来读着跩无相的 terminology 吧，无相的跩名词哦，咱会记得到跩隆重上帝位哦，就是迄个咱咧讲的六十六本啊，旧约甲新约六十六本，规个圣经上帝所默示予咱啊，第一讲律法。
然后发多啊，讲到多上帝多上帝，咱就晓得哦，就是上帝托咱的这个66本的圣经啊。啊，我不理咱话谈啊，然后我就是讲啊，咱甲上帝托哦，那咱话谈讲说 enjoy 吧啊，咱来 enjoy 哦，读上帝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啊物件，这是较 practical aspect 咯、啊。啊啊，最后哦，那、啊、sorry 啊，是噶，最后我讲到这个，我要讲7点个，我是要讲一个，我要讲7点的 blessings 哦。你若读诗篇119篇，我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个 section 啊，一开始讲伊的中心的，中心咧讲的物件，好是讲咱就顺服上帝话，你就顺服。别个 section 有伊个重点，但是这个 section 呢，一开始就讲你着顺服上帝话。第一节到第八节度，你家看迄、那个，伊讲着遵行讲几摆啊？遵行是遵守啊。第一节讲遵行，第二节讲遵啊，第二节讲遵守啊，第三节讲遵行啊，第四哦讲温困的遵守啊，伊要遵守。第五节讲着遵守级别啊。啊，这个遵守就是讲要去闯，要去行啊！啊，然后啊，啊，然后第六节是的，伊是讲看重，伊要看重啊。然后第八节讲伊要修，得确修。所以遵守、遵行哦，上帝话哦，是这个第这个这个 section 哦，咧强调的这个物件。所以咱看到讲哦，诗篇119篇一开始哦，啊，以这个最开始，为什么？因为尊敬上帝话是第一重要的，当然咱要读，当然咱要了解，咱要明白啊。干那只啊，咱要明白，要了解啊。凡是因为咱要去闯，咱要去行啊。咱若安尼闯干那只，你咱的 experience 就上帝的 blessing， 上帝福气的临到咱啊。And again， 咱若讲福气哦啊，唔是单单讲就跩物质的物件的福气。啊，有时阵有，有时阵无，但是什么款的福气啊？是咱心内个有一款的欢喜啊，有一款的欢喜，因为咱最有啊，咱咧尊敬上帝位啊，咱若出无好势，会干哪？咱咧艰苦心一段点钟，然后咱甲上帝讨原谅赦免，然后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做唔对，请你原谅我，我无去创着啊，然后主啊，你讨我力量，把那我有我当去创迄个，你叫我创。迄、那个就是圣经讲喜乐，迄、那个福气。第一节甲第二节讲到两摆福气喜乐啊，所以咱要爱福气，咱要爱有喜乐，就是尊敬上帝话啊，特别咱信主诶啊。啊，第二哦，就是讲咱就是尊敬，咱无要有咱行为完全啊，咱就是会完全，咱无要去行。第三则讲，咱无要行迄个不义的，咱会行迄个公义的，哦，所以咱会行着的，哦，咱本质是公义咯，耶稣基督嘅内面那是公义，但是咱逐日嘅生活，咱就行伫公义嘅顶面，啊，第三哦，咱会寻求上帝，哦，第二则，啊，第二则讲，我一心寻求上帝，就是要知影讲上帝，你爱我创啥，啊，读圣经。托咱迄个general principle， 咱要创啥？然后咱伫逐日每一个生活顶面，咱会甲上帝，上帝你锻炼我，今仔日我要创啥？第四哦，遵守耶和华，遵守上帝话，咱就温困啊。第四则讲，咱就温困。第五则讲，咱就坚定啊。咱也温困，唔是凶个讲啊，未有未紧呢，唔是安尼。咱要温困来遵守最少个。啊，靠上帝啊！啊，譬如说，我是想到安尼哦，咱有时阵礼拜，咱有一个，咱礼拜有一个 senior form 嘛，对不？你若去 Mercury Drugstore 哦，礼拜有一个 senior QD 10%，对吧？啊，所以大家也爱用个，但是咱有信心无？啊，咱就加想者，因为咱创我上帝咧看啊，迄个我是咱。啊，个别的看上啊，买物件，对咯。迄个是托迄个人，唔是讲托其他隆重的人，啊，迄个是 20% 是托迄个 senior 的人，唔是要托别个人，啊，迄是规定是安尼，啊，所以咱就讲哦，总得个要尊重，
啊，譬如说咱换车啊，譬如说换车，你也是要尽量来顺服上帝啊。啊，了那去做唔着咯，啊去掠着咯啊啊，那个好好上帝，我无要贿赂，我无要 bribe 吧，唔着咯啊，我唔着就是唔着咯，伊就掠我咯啊。啊，哎那我当 patience 啊，哎那无我 patience 啊，咱都会发达，因为咱那该legal 过好，哈。啊，咱看上帝甲上帝话有 consistent 无有合无啊？那是伊要骗人哦，咱无做唔对，伊骗人哦。一个叫做什么啊？一个叫做 extortion， 一个是伊唔对咯。啊，咱无唔对，了伊挑工咧冲敌人，把人要摕咱钱，一个是 extortion。那是咱唔对，咱才去投伊钱哦。一个叫做什么啊？叫做 bribe， 咱咧贿赂伊咯，把人伊唔通掠我，因为我做唔对嘛，啊。所以主要是其淡薄的一寡物件吼，咱会做咧思想讲，咱怎啊来遵守坚定，吼啊，要怎啊顺服？就咱唔是完全，咱有时阵也是唔对，会犯罪，但是咱尽量温困啊，坚定啊，来干呐，来要做对的，伫上帝面前。我唔知你捌听到一句话无？我也爱一句话呐，无你做也是哦。关于对甲唔对的物件。你讲我迄个是应该是 Abraham Lincoln， 还是较早是啊 philosopher 讲的一句话，个哲学家讲的一句话，伊讲是哪？伊讲说哦，我那对啦，啊，我那最对个吼，就是隆重的怀魔鬼哦，跟我讲我最唔对哦，我有关是对一百人呐，一上帝面前啊，记载啊。我譬如说做强代志哦，这样物件我做的是对的，哦，无论话偌做隆重的魔鬼哦，跟我讲我做唔对哦，我有关是对别人啦，伫上帝面前。但是哦，我若做唔对，我若做唔对哦，就是隆重的天使讲我做对哦，我也不是唔对别人啦，伫上帝面前，好吧？所以无论人讲啥对唔对，第一条是我。所以这个人哦，在上帝面前，你是最对啊，唔对啊？啊，一个就是咱就省察在上帝面前，按点上帝话哦，就是第一个所在来要帮咱咱省察啊。然后第六个，上帝话，咱就顺服上帝话哦。啊，第七节哦，也托咱来称谢，来阿罗来称谢上帝也奇妙的话啊。我唔知你捌安尼创无吼？啊，阿罗上帝，诶，为着伊的话来阿罗伊。啊，所以有时阵咱咧做咧唱，有时阵唱诗歌哦。Thy word is a lamp to my feet， 那是讲 ancient word， holy word， 你要讲要唱诗歌。ancient word， holy word， 啊，所以做咱咧唱哦，来阿罗上帝为主。啊，最后一个哦，最后一个哦，就是讲啊，第八节啊，咱是诺上帝为一托，咱哦引起咱锻炼，咱祈祷哦，诗篇一百十九篇也最向上帝祈祷。啊！第八节到，咱会做讲说，自己祈祷，伊讲说求上帝啊，你唔通求其我啊，就是伊祈祷上帝，伊有法通行定哦，伫上帝的 presence。其实到咱啊，宗教上帝话，上帝无离开咱们，对不？但是哦，伫一寡遵守上帝话哦，咱有时阵会托人无欢喜啊，哦，有时人会无欢喜，有时阵人会逼逼咱啊，会 persecute 咱啊，甚至有诶人会生气咱啊。咱咧照上帝咧做着咯，有个人佫会受气咱吧？啊，所以有时阵哦，咱会受着啊冤屈吧？啊，有时阵哦会受着，可能就是讲，可能就是讲，哎呀，上帝可能想无咧帮衬我，我都咧尊敬咯，都咧那就甲我放咧，其实是无，其实就是咱家己感觉我可能是上帝甲我放，其实唔是。咱若拄着苦难、患难、问题时阵哦，咱有时阵啊，咱头壳甲咱讲，我知影上帝永无离开我哦。咱来追基督徒也好咯，比如好，咱第一个时阵哦，你感觉讲，哎呀，可能亲像上帝无咧插我咯，我伫第基督伊无咧听我咯，哦，啊，所以咱有时来讲，上帝啊，你茫帮衬我，其实都上帝是无帮衬咱，所以诗篇一百十号一提醒啦，哦，其实咱会做咧基督，上帝啊，你茫离弃我，哦，我尊敬你话，比如事实都上帝是无离弃啦。啊，所以诗篇一百，诗篇二十三篇，罗马讲也是哦，的确有恩惠慈爱要得着我。Surely goodness, mercy, loving kindness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这个问题咱，我罗马才发现着哦，那个 follow me 啊，
goodness mercy shall follow me. He did it follow what I'm going to pursue. 什么意思啊？上帝的 loving kindness 也 good 哦，上帝的慈爱里面，别，不是单单别对啦啦，别对啦，别下不啦。什么意思啊？咱大家所度到的生活，无论是咱感觉是好诶，感觉是歹诶，拢是上帝慈爱怜悯疼痛哦，临发生临到伫咱诶心中。虽然有时阵咱未感觉是，咱未感觉着，有时阵是一个真好诶情形，但是有一寡时阵毋是真好，就是伫迄个时阵，咱会想着上帝诶话啊。And then 上帝会鼓励咱，会托咱喜乐，会帮助咱，会鼓励咱。诗篇119篇也是，我唔忙这个小块，会甲咱分享来鼓励咱，哦，慢慢啊读，默念，然后该默想，啊，唔忙啊，啥咱啥鼓励，咱来做这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的大听，你的怜悯对待阮，你享受阮真多恩典，真多福气，啊，主要是阮脆弱。讲未尽的，讲未了的，啊！啊，阮真钦佩，阮也 appreciate， 啊，阮也敬拜也多谢你。啊，特别主要你将你的话语想说到，你的话就是真理啊！你爱阮知影，你爱阮遵守遵行，伫当中阮有福气啊，伫当中阮有喜乐啊！因为主要罪恶啊，啊，歹事啊，不义的物件，的确会破坏阮的 life 啊 ，it will destroy 阮的 life 啊。destroy 阮 family， destroy relationship， destroy 阮甲主你的关系，会发生真侪无好物件。所以上帝你爱阮，知影你的话，默想你的读你的话，默想你的话，然后遵守遵行耶稣。阮将你的话刻伫阮心内，好叫阮温存遵坚定来遵行遵守。这原因就是因为上帝你疼阮。因为你听阮，所以阮也是爱讲阮听。啊，阮也听你，阮也听你，阮的确要将你的话刻伫心内，然后阮的确靠你的恩典遵守遵行，你爱阮从，让阮的一生都出你来喜悦，帮助阮圣灵充满阮，阮才有迄个快乐、有能力、有喜乐来遵行上帝的爱，你一切所加赐的，我的一生。好好为你活，好好尊敬，好好听上帝。亲像保罗讲，活着就是基督，死了跟我有益处。感谢主，敬拜，多谢主你听阮，问阮会听你，会通听你更加深，啊，听别人亲像听家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